胡闹！谁让你去给许光明办什么取保候审的？啊，你居然还给他当什么担保人？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啊？你不是说让我先把他稳住吗？况且这件事情你也不是今天才知道的呀。你之前在得知他取保候审之后，不是还挺得意的吗？那也不应该由你来出面呐。 那由你来出面吗？你会去吗？你这是在给自己找麻烦。我愿意。我这是在替我自己赎罪，也是在替你赎罪。你不要太任性了，许光明他现在跑了，一会儿派出所来了找你要人，我看你怎么办。许光明他已经回来了。 你不要觉得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，自私自利，心中永远只有自己。许光明他跟你不一样。许光明回来了，他是为你回来的？他当然不可能为我回来。那他是为谁回来的？你不会懂的，你永远都不会懂的。 好，我不懂，我不懂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许光明不会再爱你了，你也没有必要去再为他。爸，你曾经爱过谁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从来就没有爱过任何一个人，我妈，还有那些曾经出现在你身边的女人，难道你就不觉得？ 很可悲吗？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聊这些个莫名其妙的话题，一审马上就开庭了，你少跟我惹点麻烦吧。仔细想想，他的蛮横不讲理，不也是我惯出来的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我想不明白，我也想不明白怎么会走到了今天这种局面。想不明白就别想了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调整好状态，马上一审就要开庭了，你得做好思想准备。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吧。 真的很抱歉，咱俩不说这个。生活当中本来就有很多事儿是我们都不愿意看见的，咱俩毕竟同学一场，又是这么多年的兄弟，谁也没想到最后会有朝一日法庭相见。